场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这边的人好啊，我太没劲了。我有想要练，但是太难练起来，真的很难练。他那个词全部连在一起，到底翻唱的人到底是怎么唱的？重点他是那一串很难唱的词啊。那你以为重点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歌词。对啊，歌词嘛，在那边就是歌词很难哦。我那时候原本想说练一个，就是练一个微风唱唱，然后一开那个歌词我就。我有时候一开音乐。为什么看音乐？看音乐会有那种反应，只有你吧？只有薰子才有这种反应。薰子高中啊，对，高中。真的就是一个，他歌词就很，怎么讲？很迅速的，就去，超难。我可以是迷途的。这首歌就是关德龙。